在钓鱼，你又钓了一只鱼。你用红色的钓竿，哦，慢慢的，哎呦，你把它放到它嘴巴里，它嘴巴会自己关起来。关起来的时候，你再钓。哇，哇，差一点点，加油！依依可以钓起来的。钓到鱼了。妈妈，我要吃泡面。没有，早上没有吃泡面。早上没有吃泡面，那都没有营养。